见！哎，我的手机！哎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那完了，开不了机了。哎呀，你脚都摔伤了，你不好好在家跑出来干嘛？你不是看这个天快下雨了吗？给你送把伞呐、啊。先回去再说吧。心里头有些思念，思念着你的脸。走吧。我可以你去再弄了，你去再弄了。也可以偷偷的想念，直到让我摸到你的温暖。哎，你这样甩是没用的，你赶紧拿风筒吹一下。啊，你先出去一下。哎，老板，有没有最新款的手机？有啊，刚刚这就是我们用的最新款的那个手机。嗯，好，那我就拿这个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好的，钱付过去了。好，就这样，换一下，换。有没有那个碘伏？给我一个。要，哦，谢谢啊。嗯，怎么还是不行啊？怎么还是开不了机吗？爸，这是给你的。哇，大姑姐，你哪来这么多钱啦？嗯，这个我不能要，我会修好的，你拿去退了吧。哎，你拿着，这个手机进了水，就算修好了也是很卡的。来，帮你查一下这个伤口。好啦，我先去做饭了，你自己小心一下你的脚。好，知道了。嘿、hey, 意不意外，他背影那么轻快。嘿、hey, 要明白，人会来就会离开，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，路过人间爱都有期限，天可裂间心碎在所难免。哇，好久没有吃猪蹄子了，怎么突然之间想到要做猪蹄子的？这叫以形补形啊。什么以形补形啊？你是说我像猪吗？猪都比你灵活，至少猪走路会摔跤。嗯，本来我从小就有点笨手笨脚的嘛。开玩笑的啦，多吃点，主要是胶原蛋白多，做给你美容的。这还差不多啊。我今天真是赚大发了，摔了一跤，赚了一台手机，还有猪蹄子吃。以后我要多摔几跤才行。笑什么了？你这个脑袋，下次给你补猪脑吧。